太恐怖了！如果要认真的话，我觉得应该输了。没有想到真实的看起来这么强。如果你需要对手的话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出大事了！我们两个一队啊，他世界冠军哎，欧弟哥也想参战。来啊！黑暗中的光芒，释放蓄势待发的无限可能。谁将成为最耀眼的一颗恒星 ？TVBS 四十二频道，8月24日起，每周六晚间8点，一起踏上全新的冒险。